大气温厚，一如匠人初心。在山西浩如烟海的传统手工艺品中，平遥推光漆器始终是一种独特的存在，是中国四大名漆器之一，以手掌推光和描金彩绘技艺著称。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平遥推光漆器始于盛唐，盛于明清，在12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，逐渐形成的外观古朴雅致、绘饰精美绝伦、手感细腻滑润的艺术特点，以及耐热防潮、经久耐用的优良品质，堪称漆器中的精品。平遥推光漆技艺吧，主要就是叫描金彩绘。它描金彩绘其中包括堆骨造漆、上金上彩，还有其他这些工艺吧，它都包括在里边，一共有10几种这个工艺。它的基本功非常扎实，主要就是线描啊，这个线条呢必须得流畅。首饰盒、屏风、角柜，推光漆器凭借着其精湛的技艺，在山西人的日常生活里占据着重要地位。平遥推光漆器的魅力在于掌心间的精雕细琢和反复打磨，更在于匠心独妙的世代传承。它凝聚着一代代三晋巧匠的心血智慧，代表着最具成就的漆艺水准，也传递着三晋儿女在工艺美术和生活美学上的独特审美与价值。从古到今，这种匠人呢，他就是一件事干一辈子，他没有别的想法，他每天埋头苦干，把一件事做精做强，他就是一定要做到最好，这就是他的追求。每做一件东西，他都会有遗憾，他就会考虑下一件，我下一件我会怎么做，怎么去弥补他这个上一个件东西做的不足的地方。漆器上每一抹的色彩斑斓，每一次的闪光瞬间，无不体现着那份初心不改的匠心与生生不息的传承。